钱一个人。三鱼，三鱼。电梯。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一会儿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上海光明优备女排对福建安溪铁观音女排的比赛，也是 B 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开球时间是下午4点，我们一会儿，现在双方正在热身训练，一会儿我们一起来观赏这场比赛。
第二裁判郭威，司宪员张怡丹、程海波。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比赛。上海队首发阵容，二号张一倩复工，五号张一婵主攻，七号秦思雨复工，十号是来自美国的主攻手拉尔森，十一号是利普曼，来自德国利普曼，十六号是二传手卞宇倩，一号是王唯一，主教练是王之腾。福建队二号张静，三号是郑义新，五号是林月新，七号是沈阳，十六号是梁桂倩，九号是林林，四号是自由人林丽。那么在刚才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北汽女排是3-0战胜了云南女排。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看一眼双方的站位。哦，是由拉尔森先开球，拉尔森采用跳飘，福建队一传到位，贝飞没有配好，上一队反击，利普曼，这个球是利普曼打手出界，1-0领先。还是由拉尔森来发球，拉尔森是34岁，身高是1.88米，这个球发球出界。福建队现在是前排是强轮，三号郑义新在前排发球的是二号张静，还是由利普曼二号位强攻，利普曼在开局已经得了2分，一分打手出界，一分是二号位强攻，展现出了德国队德国女排核心队员的这个作用价值。利普曼是来自德国，也是称为德国最美的美女接应。郑宇欣跑动，这个球没有配好，二次吊球，福建队是16号是梁桂倩，二次吊球，还是利普曼。看来今天卞宇倩给利普曼的球非常的多啊，也是在调状态，因为接应啊是一个球队的核心，往往是一个球队的核心，所以要跟接应多配一配，这样子调整一下状态，争取拿出最好的状态。利普曼发球，这球一传到位，漂亮，拐弯，三号位转体打郑义新，这是一号自由人王唯一。三号郑义新来发球，拉尔森一传不错给贝飞，张一倩吊球，
再反击，二号位强攻，王威把一球防起来，二次吊球，顺势一个二次吊球，副攻的篮网没有跟上，这样3-3。福建队的五号是主攻手林月欣，九号是林琳。这个球加塞尔被战术球啊，被猜到了。沈阳这个球被拦死。现在发球的是五号张一婵，张一婵的球是高飘球冲底线。哇，这个球是林月欣打的是非常的果断啊，一个拐直线。一传不错，利普曼后攻漂亮。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啊，还是组织了一个立体攻。利普曼打一个后三。发球的是二号副攻手张玉倩。哎，这个球是一传上帽了，二传过网击球。这个球垫条给林琳，也是扣球失误，弹网落在了界外。还是由二号张一倩来发球，掉前区3米线，垫条给林琳，林琳一个轻拍。张一婵给利普曼，啊，这个球是比较高啊，挑的，没有控制好，扣下了网。五号发球是林月欣，林月欣采用的是大力跳发，拉尔森打一个平拉开。这段时间双方的一攻打得都还不错，但是福建队的失误有一些，所以5-9暂时落后。卞宇倩发球，现在上海队前排是三点攻。利普曼自己保护起来，再给拉尔森吊球，哎，这球是福建队前排触网了。郑义新示意，队长郑义新示意没有触网，可以挑战一下。哦，是过线了，过线网也动了一下，现在可以挑战一下。还是挑战结果还是触网。
还是由卞颖宪来发球。现在二传发球，上海队前排还是三点攻，利普曼、拉尔森和秦思宇。球拦网，打手出界，这球是林琳打手出界。哇，这个球利普曼跳得很高啊，直接就是势大力沉的就攻后排，确实展现了欧美球队的特点，欧美球员的特点，势大力沉的重扣，跑背飞给防起来，还是利普曼，这个球打一板过度，福建队是给郑义鑫后攻。啊，是林月欣打一个后攻，林来发球，探头在抓探头，张一禅在前排抓探头，利普曼这个球拐了一个斜线，防起来以后正好有一个探头机会，张一禅在前面手疾眼快抓了一个探头。这球没有打死，反击的吊球，这个球传得不好，没有跟上，所以是捅出了界外。一传不错，给第一点，张玉倩打第一点快攻。在一传不错的情况下，上海队也是在跟副攻在配。在一传不错的情况下啊，给张玉倩打第一点了。利普曼发球，林立接得不错。啊，这个球是落在了界内呀。14-8，这样比分被拉开了。福建队叫了一个暂停。福建队的核心队员啊，就是郑义鑫和林立，正好是一个防守核心，一个进攻核心。但是单靠这两个人，一个副攻，虽然郑义鑫是一个多面手吧，又能强攻，又能接一传，又能打快攻，但是单靠自由人和副攻很难决定一个球队的胜利。面对阵容强大的上海女排啊，福建女排还是略逊一筹的，所以14-8嘛，这个比分也是反映了这个事实。嗯，确实林立的一传是非常好的，这球没有发到林立。发到林月欣手里，林月欣打强攻，反击给张一禅强攻，这球被拦死了。这球是郑义鑫和7号沈阳两个人的双人拦网，把张一禅这个球给拦死了。嗯，出界了一点。还是张一禅的高飘啊，高飘发球，很压底线，这个球没有接好。沈阳调整攻，哇，这个球是打中了，很巧啊，打的。
换下了沈阳，换上了11号叶嘉静来发球。我们看一眼这发球的性能如何啊？发给了自由人，自由人一传到位，给拉尔森打一个平拉开，扣了一个直线钉地板。刚才自由人王威一的一传也是很不错的，刚才那个球接的，而且保护了旁边的主攻手张一禅。又到了张玉倩发球轮，一传还是没有接好，调整打一个强攻，反击给拉尔森强攻。哎，没有办法，这个一出一进又2分，现在17-10，上海队又领先了7分了。点条给林林，哎，这个球是难度太大了，直接匕首开出了界外。这球自己扣的也是没什么太大信心。福建队的主教练是胡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教练。力量很足啊，这球明打明的给11号利普曼。打后攻，后二，19-10，福建队又叫了一个暂停。看到钟慧啊，没有进入首发阵容里啊，在全锦赛钟慧发挥的可圈可点，但是现在这个阵容啊，应该是没有他的位置。首先是拉尔森是打主力，然后还有队长张一禅也是打主攻。钟慧打球的气势是非常非常猛的啊，非常喜欢钟慧这名队员。一个过渡板反击打，这球是配失误了。秦思雨在这局还没有出手啊，但第一分是配合失误。秦思雨打背飞被拦起来，二次强攻，哦，这个球福建队打了一个二次攻。好球，这个球终于配上了，秦思雨打一个背快。我们看在得分之后啊，外援也是碰了一下这个队员啊，这在排球场上是以示鼓励。林林四号位强攻，这球没有配好，反击推给二传，这球林林打中了。刚才是副攻手刘静被传给林林，林林把这个球攻中。这球是先起跳一个晃传再给林林，这样子的话能调动一下对方的拦网，晃传一下骗一下对方的拦网。
探头漂亮，换上一名队员发球啊，直接发给拉尔森，拉尔森接了一个探头。还发给拉尔森吗？发给王卫一。利普曼4号位强攻，防林立的防守啊，非常漂亮。是否再给利普曼？再利普曼4号位强攻，林允鑫再防起来，电调给林林，看敢不敢打啊？没有敢打，过渡板。再反击给拉尔森塔，直线呀，漂亮，又是林立把球防起来，给林允鑫后攻，这个球没有办法了啊。前面两个人盯住了这个后攻了，而且拦网的还有利普曼来参与。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精彩啊，双方的这个攻和防就像矛和盾一样啊。这边有利普曼在大力强攻，这边有我们的奥运会最佳自由人中国女排的林丽在防守，展示了非常高的一个回合的这个水平。在反击过程中啊，在打第一点、第二点穿插着打啊，这样子打得很立体化。22比15，现在福建队已经就是跟不上上海队的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啊，终于换上了仲慧来大力跳发，第一个先保一下。7号的沈阳拐直线扣球失误。还是仲慧的大力跳发。发的不错，这个球发球直接得分。9号林林遗传失误，这球发的不错，钟慧的大力跳发。24比15，看再来一个，这球发给林立没什么用了啊，林立是世界最佳自由人，保护起来，再给利普曼。打出了界外这个球直线，没有传好，一个吊球结束了第一局的比赛，25比16。上海队先拿下了第一局，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一眼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啊，也可以送一下小礼物，在下面有助威等很多的小礼物可以送一下，谢谢。好，第二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来欣赏一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双方交换场地，一记再战。好，谢谢朱婷的粉丝送了一个奖杯。好，第二局比赛开始了。漂亮，控制了一下啊，打了一个斜线淋淋，1-0领先。哎，这个球一传没有接好，再调给利普曼打强攻。反击给张一禅，这个球张一禅四号位强攻，把球攻中。这个球是落在了底线上，秦思雨的发球，一个长飘落在了底线上。这个球是打到了后排的手，打手出界。这两个球林林打得都不错。自我保护一下，利普曼。再给沈阳，没有打过去。再给三号位郑义鑫。球到小清新手里啊，节奏就完全不一样了，总有能力来得分啊，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美女郑义鑫。这是国家队的替补复工。电条给张一禅。四号位攻斜线，哎，这个球是接发球失误，五号林月欣这个球没有接好。四号位强攻，漂亮！这球是看到了直线有漏洞啊。七号沈阳终于来了一板硬的球啊，打一个直线。被飞被撑起，电条。林月欣，哇，这边王唯一的防守也很棒，给张一禅给拦死了。
前排是正义新的拦网，蓝色的张一禅的进攻。其实福建队组织的还是很不错的，节奏也挺快的，但是攻守这个最后一板啊，攻守这个下球力量有点不足，然后反击这边防起来以后，利普曼解决战斗。球又上海队反击的机会，看给谁？给拉尔森，拉尔森的进攻很漂亮，平拉开。这球又垫回来了，漂亮！我们看郑义鑫对对方的拦网牵制是非常的猛的，对方二号这张一倩啊不敢动，在中间，这样四号位就面对了一对一。只要四号位这名队员啊下手果断一点啊，找准空当，避开单人拦网就可以轻松的得分。点条，林雨欣再打，第二局开始啊，福建队这几个攻手还是比较硬朗的，包括林琳和林月欣都很敢打，7-6，反而领先一分。有人说为什么不给小清新传身后球？我觉得，毕竟二传不是国家队的丁霞和姚笛。配合的肯定不可能这么精确，而且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配出五花八门的战术，否则郑义鑫在前排只能打一个三号位的半高。哎呀，这球是一个配合失误，贝宁倩也是捂了下眼睛啊，这球配合失误。那我们看一下这球慢动作怎么配合失误，这个球是拉尔森传过了，这个球没有摸到球，拉尔森。这球是四次击球，没有扣过网。福建队第二局打得不错啊，9-7领先。那上海队叫了一个暂停。我们看，在替补席上还有名将张磊，还没有出场。一个长飘，一传不到位，给拉尔森打强攻。林月欣，哇，这球！还有机会，
四号位再控再攻，现在前排是六号梁伟凡在掩护，五号林雨欣在强攻。七号沈阳的发球，沈阳这两个发球都发得不错啊，都是长飘。还沈阳的发球啊，这个球是发出了界外要一米远。一个漂亮的接外球，五号林雨欣自接自扣啊，但是扣了一个漂亮的接外球，太匕首了，这个球直线扣出了界外。还有这个位置林立垫条给林林，再垫条给林雨欣，这个球是没有打手，听声音有一点像打手啊，可以挑战一下。管挑战了吗？对，果然是挑战了。我刚才听这个转播的时候，有点声音像打手，这个球林雨欣扣的这个二号位进攻。我们待会儿看一眼挑战结果。这分也是很关键啊，虽然它不是局末的分啊，但是福建队一直领先，如果这一分要拿下来的话，还领先的优势会大一点，否则就会被扳平。啊，好像是没有打手，没有打手还是。一拳没有接好，哎，还是攻不过去啊，还是攻不过去。福建队的二传手是十六号梁桂倩，97年出生的一个队员。这个球是调了一个近网球，正好避开了两手，扣了一个比力量并不太重的小斜线，扎拉尔森这边也没准备好，垫飞了。这球是发球出界，没有压下来。这球子又是一个自身的失误啊，现在这个比分啊比较关键啊，12-13，这时候要咬住才有可能后面取得胜利啊，如果这个时候好不容易一局领先，这时候要松了的话，那后面就会一泻千里，所以福建队赶快叫了一个暂停。郑一新小清新是三号啊，是三号。
好球，这球是顺势一个二次吊球。16号是二传手梁桂倩，一个二次吊球。梁伟凡来发球，这球没有配好，还有机会。哎呀，太草率了，这个球处理的。这球其实是福建队这边的机会啊，因为上海队没有配好，只能捅过去。还是左手啊，秦思雨这个左手捅过去的。好球，这球组织的漂亮啊，终于郑义新扣了一个快攻。换下了林林，又换上了这11号啊，叶嘉靖来发球，看看这效果怎么样？还可以，有效撑起，组织反击，郑义新，漂亮，打手出界，啊，没有打手，哎呀，这个球很漂亮啊，其实组织的反击当中郑义新，但是很可惜啊，没有打手。好球，这球吊球，那上海队把球顽强的防起来了，再给郑义新吗？不给了，这边也配合失误，福建队反击的机会，快攻吊，再抓篮网，整个场上几乎都是郑义新一个人的表演。3号是郑义新，一直有人在问小清新是几号，是3号，长最漂亮的这个美女队员啊，郑义新。这个球几乎看都没看就扣出了界外，没有往下压腕的动作。林月新气势还是很猛的，但是技术有点不到家。这球被拉尔森判断到了啊，直接拦死。没有抹过去。沈阳的这个球没有抹过去啊，被拉尔森直接罩死了。还是林月欣的失误。失误太多了，这样一轮两三个失误啊，林月欣这一点，福建队又落后3分了。
好，下面是张一婵高飘球，没有接好。还有林月欣啊，终于扣死了这个球，气势还是很不错的啊。16-19，还落后3分。发球的就是3号队长郑艺昕，哎呀，好可惜啊，这个球发出了界外。张艺倩的发球，林月欣又是一个漂亮的界外，气势是真猛，但是技术啊，还真的是不到家啊。林月欣很多球都是啊，气势确实是很值得表扬，但是这技术都是漂亮的界外球。这个球被拦死了。22-16，扣一分啊！这林月欣是得扣一分，丢三分。哎，这个球拉尔森也没有去接。上海队互相让了一下这个球，还是拉尔森的强攻，23-17，还有2分，上海队又拿下了这一局比赛。这儿上海队换上了一名主攻，9号杨杰也是大家比较很熟悉的啊，16岁就参加了10年的世界女排锦标赛。9号林琳造一个打手出界，点条给利普曼，三个人没有拦住利普曼。好球，9号林琳打一个斜线长线，哎，这个球是三人拦网，拦死了杨杰。
拉森又接了一个探头，这样21-24，福原队追了2分，但是依然是上海女排的局点。好，哎呀，这个球又失误了，秦思雨的背快，没有打下来。22-24，看上海队什么时候叫暂停。这球，郑雨欣还在前排。好球，连续发球不失误。终于，杨洁这个球是一个大调攻，打手出界，这25-22，上海队又拿下了第二局。我们稍事休息，欣赏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好，第三局比赛开始，一上来福建队先拿下一分。现在郑雨欣在前排。
现在发球的是9号林林，里普曼二号位强攻被拦死，哇，这个球被拦，沈阳也是很兴奋啊，拦死的利普曼的强攻，哇，是沈阳拦的啊。好球！这一局是杨杰代替了张一婵打首发主攻。我们说这个比赛啊，这个特别能考验队员的体能，比赛的强度非常的大啊，这次的赛制一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很多的队啊，到第三局都会调整一下队员，不会在一个位置上，一个老将上死用到底。这样现在比如张一婵打了前2局，那这一局呢就换杨杰上来打了。4-1，福建队有一个好的开局，16号是梁圭倩发球。林立上的不错，漂亮！这个球沈阳在二号位进攻，5-1，这样上海队请求了一个暂停。我们说郑义鑫在前排就是一个强轮，而且这一轮还是3点攻。谢谢大家的送礼物啊，我是解说员 Yuki 啊，大家的老朋友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一起看球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妙的下午啊。哇，福建队又再次发球得分。如果上海队再不赶紧追的话啊，这比分就拉开了，6-1了已经。终于靠利普曼拿下一分，2-6。界外，哇，好球！王新瑶，我们看这一局，上海队在复工方面也调整了一个队员啊，王新瑶登场。而且上来就扣了这么一个漂亮的背飞，福建队也是还了一个漂亮的快攻，8-3。再给王新瑶，反击给拉尔森打斜线，漂亮！拉尔森也是主动就去要球啊。
哎呀，这个球，后排防守一个失误。打得不错，给拉尔森吊球，再电传给利普曼。这球是后排违例，利普曼在进攻的时候脚踩到3米线。哦，好球！又抓了一个反击。郑义鑫真的很厉害啊！球，拉尔森打了一个平拉开，打手出界。这球，林月欣和林丽，林月欣不要干扰林丽去接一传啊！这球让林丽去接。还是发这个位置，发给林月欣，漂亮！这球林林打了一个轻的，打在身前一个巧打。拉尔森转到了2号位，这边利普曼也来了一个失误啊，4号位，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13-6，这一局看能不能拿下来，看福建队能不能拿下来。上海队提出了一个挑战，认为球打手。好像没有打手，没有打手，球攻出了界外。我们这一局比较微妙啊，看一眼上海队在大比分落后情况下啊，是否能扳回来，也看一眼福建队啊，能不能乘胜，这局能赢下来。这局还真的是比较微妙。
哦，现在又得一分啊！福建队一个吊球。先接好一传啊，再来。漂亮，郑宇鑫的进攻，这个球风啊，一看就郑宇鑫啊，又快又狠，还得靠3号小清新来解决问题。漂亮，又是郑义鑫，16-8。这福建队在第三局啊，很有可能拿下。上海队换了一个二传啊，卞雨倩下了，换上了徐小婷，换了一个。更年轻的二传，1998年出生的。福建队再抓一个反击，17-8。上海队再叫了一个暂停，这个比分落后太多了，落后了一半都多了。暂停回来，福建队发球失误。现在9-17，上海队还落后8分。先抓了一个探头。好球，起球，反击给杨杰，杨杰把球攻出了界外。这球看上海队是否挑战。上海队提出了一个挑战，这球从刚才转播上看应该是界外。鹰眼系统都比较慢，这球是落在了界内，上海队还有一丝机会啊，17-11。
还是利普曼发球啊，利普曼这几个球发的还是很好的，很飘。哇，漂亮，郑宇鑫，一拳到位了啊，给郑宇鑫打快攻，迅雷不及掩耳。下手非常的快，挥臂。发球，15号是王欣瑶。好球，抓了一个反击，拉尔森。福建队看上海队追了2分啊，胡进叫了个暂停。球，王威一摆球防起来，这球传的比较倒，但拉尔森凭借个人能力造了一个打手出界，14-18了。这段时间上海队追分很猛啊，从落后8分追到了只落后4分。杨杰的一个发球失误终止了上海队的追分。福建队又是老套路啊，换上了叶嘉静来发球。还行，阿尔森这球没有打死。又是林月欣啊，这个球被拦死了。换上了钟慧来跳发，好发球，一次反击的机会给拉尔森，再给利普曼强攻啊，一个巧打造了一个打手出界，没有发蛮力，16-19。这时候郑宇鑫也不在前排，哎呀，这个球。拉尔森上好，给利普曼，这球再追一分，17-19。这球上海队好像，上海队肯定也不想再打第四局了，追分非常的凶。福建队再叫一次个暂停。
着急啊，别着急啊，再来一遍。我们冷静，太快了，来，第二局，一分一分打一分。没事，漂亮，哇，钟慧这个跳发居然林立也没有接到啊，也没有接好，接飞了。钟慧这跳发确实是很猛啊。而且发球稳定性也是很不错的。这几个都没有失误。就防起来。拉尔森在打手出界。追平了 ,19 平。换上了这个新二传啊，小二传啊，徐小婷传的也是很不错的，给拉尔森这几个球。又是拉尔森啊，四号位强攻，20-19。这段时间上海队利用发球来冲击福建队的一传，再抓反击，主要是拉尔森和利普曼这两个点强攻点的反击把比分给扳平后又反超。打掉结合，这时候打掉结合，21-19。拉尔森却真的很巧啊，打掉结合很全面。换上了福建队，换上了17号黄蜂。张玉倩的背飞，22-19，上海队神奇般的逆转了。还是福建队这个一传这几一直卡轮啊，一攻打的没打下去一个一攻。啊，终于这个二号位强攻啊拿下。但是比分已经到了22-20，已经落后了。李月欣也是大力跳发，漂亮，这个球配得很流畅啊！徐小婷这几个球传得不错，给张玉倩这两个球传得都是非常不错的。钟慧确实很厉害，徐小婷发球，好球，17号是黄凤。这球突破了双人拦网，拉尔森又转到了二号位打一个强攻，24-21赛点。最后抓一个探头，这样上海队第三局成功的逆转，3-0。
战胜了福建队。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后面还有比赛啊，大家不要走开。谢谢大家的收看啊，今天给大家解说到这里，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快乐，我们一会儿见。这个还给他呀。